你嘛想白目？阿弟哦，你阿老师都唔知哦，你阿老师都唔知哦。真的厉害的，你就会开始看他跟厨子开始聊天的，去询问这一道料理的故事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戏剧人的特质。左手要出力按小时。哦，就这样。这位手要按。知道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对。哇。块肉比他这么厚，他我的这么大。我知道。吃饱就好，这个不是艺术啊。我背的剧本了，演出了，有一些表情就好了，那不是艺术。这个是喜马拉雅岩盐，意大利胡椒。对这个煎肉，你要很把握时间，大火，热油下去煎，啪爆出来，等，然后把它翻过来，盐、胡椒，那不可以一点点的。嘴巴很刁，就是。很刁，很挑嘴，它的层次啊，它入口的样子，它的热度、热气、热锅那种，它对，很坚持，非常坚持。